看我老舅爱九三，全网最专业又颜值的舞蹈频道，我是本档的接档主播五喵。嗯，喜欢的话咱们点一下关注好吧？啊，咱们不要带节奏啊，小哥哥，你要是带不好的节奏，可能就会把你封出去，嗯，就不让你打字了。嗯，然后咱们点一下节目预告《五星五秀嗨翻天的约》，然后我先给大家跳一支舞，好吧？大的黑板呀，然后大家选一下，全是英文。我
你们选一下一二三，好吧？我给你们，第一个是慢的，我就说一下节奏吧。第一个慢的，第二个快的，第三个慢的，啊。然后大家选一下你们喜欢哪个的话，咱们我选一下，好，三、二、一，好，第二个是吧？大家记得点一下关注啊！没有点关注小哥，咱们点一下关注。手机用户点左上角的小桃心，电脑用户点右下角的直播室通知我。然后那个，咱们把手里的小心心往上点一下，点到1000好吗？谢谢，非常感谢大家。然后下一个档，隔15分钟以后，我还有一个档。刚才是反的，是吗？选的哪个 ？Sorry 啊，忘记了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记性不太好。
不开灯有点黑啊，有点暗。感谢小哥哥扣的六六，咱们没有点关注的小哥哥把关注点一下好吗？这是什么曲子？这个叫Bomba Jump，念的应该还算是标准啊，大概是这个意思啊。然后没有点关注小哥哥，咱们把关注点一下，看一下大家的手速如何啊？咱们把这个小心心点一下，这里。咱们往上再点一点好吗？来，兄弟们加把劲儿啊！来，咱们往上点一点。感谢这个小哥哥点的心，非常棒啊！谢谢小哥哥，谢，非常感谢。哇塞，我要是不转评的话，你们就对。最关键的是这个地方，咱们把关注再往上点一点。手机用户左上角有一个关注加，电脑用户点直播时通知我，好吧？好热呀，穿多了。长发没什么。是吧？啊，那大家把关注再点一下好吗？然后接下来还有最后一支舞，然后你们再选一下好不好？啊，两支都是比较慢一点，就是比较性感一点的。你看一下好吧？三，没有三。没有二啊，只有一和三，好吧，兄弟们，三、二、一，三是吗？跳的爵士吗？对啊，我跳的比较偏爵士一点。第三个，好的，那就给你们跳第三个。第三个确实是比较慢一些，很性感的一支舞，然后希望大家能够喜欢。好，兄弟们，咱们把关注再往上点一点，好吧？加油！谢谢大家。